历史六十几年的历史，六十几年的历史。等一下吃饭哦，等一下吃饭哦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1946年创业。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菜单，点很多东西给你们看。这边是六十几年的历史，太好吃，太好吃。对啊。龙虾沙拉吗？对对对，我以为是龙虾沙拉，我说是龙虾沙拉，他就跟我说是明虾沙拉。我还以为我喜欢那个饺子那个黄色的，然后这样。应该是这样。哦，你喜欢那一种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